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Gordon Channel。做咩啊？我 channel 嚟噶。诶，唔好意思啊。哇，三十岁啊嘅蛋糕。冇生日客串下啫，做下压轴嘅客串嘉宾啊。喂，系啊，其实呢条片咧系我嘅化妆片嚟噶，你哋见到呢啲咧系烟幕嚟嘅啫。呢条片咧就主要系讲下约会啦，同埋如果出街啦，同男朋友拍拖嘅时候可以点样做嘅，想知道继续睇落去啦。化妆前咧，我会带咗 con 先嘅，然后咧就可以搽 base 啦，因为咧出去都会成日啦，咁尽量拣个控油啲嘅 base， 然后咧就搽粉底。咁但系咧，如果你皮肤状态都唔错嘅话咧，其实粉底呢一 part 咧，我尽量都建议 skip 咗佢嘅，因为你知啦，挨下膊头啊嗰啲又揩晒落去佢件衫度，其实都好麻烦，好难洗噶嘛。咁但系如果搽粉底咧，尽量都唔会用咁多。咁我自己都系用咗一泵咧，就搽晒全块面噶啦。然后咧就顶妆啦，尽量咧都令到块面搽完之后系干爽嘅，因为你啲黐漏粒啦，佢摸到之后咧又会觉得哇，点解咁立嘅咁样嗰啲嘅。话晒男朋友生日咧，点都会影几张相啦，咁所以轮廓方面咧就要做翻足啲啦，尽量咧都打翻鼻影啦，同埋做翻 highlight。咁头先你哋会睇到咧啲片咧系比较光啲嘅，咁但系之后咧就会好翻啲嘅，因为我拍拍下先发觉个光圈又搞得太大，咁我就会夹咗眼睫毛先啦。跟住落嚟嘅次序咧都系随心嘅，咁首先我就画咗内眼线先嘅，咁因为我自己最近都比较中意啲自然啲嘅眼妆，咁就首先填满咗个眼睫毛中间啦，然后咧就可以拣一个比较浅色靓靓地嘅 eyeshadow 我嚟打咗底先，咁就成个眼盖搽晒就可以噶啦。然后就再揀一个啡色的 eyeshadow， 首先呢就搽佢贴近眼睫毛的位置，即是眼线咁样可以粗少少嘅。咁搽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沿住翻你自己眼球嗰个位置啦，你会揾到个凹位噶嘛，就喺嗰个位咧做翻少少轮廓啦，咁样望落去咧，只眼咧就会凹啲噶啦。咁同埋咧望落去会有少少少少嘅 smoky eye 效果嘅。然后我自己咧就会将本身画咗佢条啡色线咧 blend 中去嘅，咁但系其实呢个动作咧就都系随大家中意，你可以唔做嘅，因为其实有条啡色线喺度咧，望落去都会精神啲嘅。咁再用翻咧头先我嚟打底嗰个色咧，搽翻眼头嗰度咧就可以噶啦。呢啲同男朋友咁近距离接触嘅时候咧，眼线系绝对唔可以画粗嘅，咁所以都系做翻我一贯嘅作风，就系画个眼尾，自自然然咧咁就收货啦。根据翻平时你画开嘅眉形咧，照画翻就可以啦。咁不过提下大家，其实咧我最近发现咗咧喺化咗眼妆之后先再画眉咧，画出嚟条眉好似靓啲咁噶，定系心理作用啦，定系我自己系咁啦，我都唔知道。咁不过我就觉得近排我自己画眉好似又画得自然咗。不过 anyway 啦，都系咁样咯条眉。咁最后就加翻同自己头发颜色好相似嘅眉 gel 咧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假眼睫毛呢啲时候咧，我就唔 recommend 噶啦。不过我都好少黐嘅，搽 mascara 其实都已经好足够啦。不过千祈切记唔可以有曱甴脚嘅，再搽翻一个自然嘅胭脂，咁咧基本上都完成九成噶啦。去到唇妆方面咧，其实咧拣一支咩颜色啊，都唔系最重要，其实系要拣一个咩质地啦，似唔似狗嘅唇膏或者 lip gloss 先系最重要嘅，因为啲男仔咧见到你个嘴拧立立咧，基本上就唔会锡你嘅。我自己嗰个系咁啦，我唔清楚其他人系咪咁样。化晒成个妆之后咧，就可以睇下啲咩位置可以再补下啦。咁我自己多数都会补下个鼻嘅。
去到整头方面啊，最近都好多人，超级多人问我喺边度染头发，同埋喺边度剪头发啦。咁相信想知人应该都 inbox 咗我噶啦。咁其实我个头十年如一日，我都好少夹挛嘅，最多都系夹佢后面系啊内弯啦，嗰啲系咪叫做？咁我就 OK 噶啦，最多系少少挛。咁我最常夹挛嘅话咧，就系呢撇音。咁你哋想学嘅就继续睇住啦。先分咗个啲音嘅 session 出嚟先啦，咁然后你就可以用你个 toms 啦，又或者用我呢个 instyle 啦，咁我就会咁样夹下去，等佢顺啲先嘅。跟住咧就反走，然后你就可以咁样卷啦，或者你再叻啲咧，你可以夹咗落去先卷都一样嘅，即系个出嚟效果。咁之后咧，你就可以等佢定下型啦，然后就顺住个方向咧咁样又拉。即系咁样拖佢啦，咁佢会一路都顺住个型噶啦，咁出到嚟咧就会有一个向外弯嘅效果啦，咁你可以再夹多下，咪会再挛啲咯。基本上咧，今日嘅妆咧同我平时化嘅妆咧都冇乜分别嘅，不过咧咁近距离咧，最好就啲暗疮啊，嗰啲凸起嘅嘢啦，最好就遮得干净啲啦，同埋我觉得最重要一定系个嘴，千祈冇啲拧立立嘅 lip gloss 啊。多谢。哇，好靓喎呢个蛋糕！但我想问咧，呢度上面点解有啲好似盐咁嘅嘢嘅？系糖嚟噶。呢个糖嚟噶。嗯。哇，好靓喎！中唔中意啊？中意啊！哇，好靓，好有震撼感啊！我唔舍得食啊。你试下揸起个雪糕。好啊。哇，好大个啊，真系，好靓啊！整咗几耐啊？整咗成日啊。磨下啲啦。点样磨？快整个高速喎！哇，30岁啊嘅蛋糕，跟住咗上面嗰个雪糕咧，之后入边就系咁噶啦，跟住咧我入边就夹咗绿茶啦。跟住就兩層都是朱古力，好唔好食啊？好食啊！都要多得我的大佬 Micky 幫手。好食啊 ，Micky 你的蛋糕，好不好吃？好，好好吃，真的很好。好濃啊，啲朱古力味。係咪幫我食一嚿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幾嚿嚟啊？幾濃啊！朱古力真係，我今日咧係開始咗 Google X 之後最早放工嘅日子，因為大佬生日， yes. 所以我哋就可以今晚食好嘢。而家咧，我哋就入埋嚟啦，跟住我哋去上環度食飯，行去地鐵站先。呢個附近好多麻辣燙。重都整我筋都唔痛你啦！我哋而家去边度咧？我哋去威灵顿街。系啊，威灵顿街。好。其实我本身唔系想睇呢个地方，因为 Google Map 而家冇得睇。而家 Google 大家唔知道你有冇发现 Google Map 已经冇咗个地铁。我哋出站门口啦，系啦。第二，好 ，Go Go Go。小弟今天做了一个痴汉，为了影景咧，而家喺后边一个角度。
而家就見到阿譚小姐啦，同我慶祝食飯啦，佢就就喺度嚼緊嘢啦，個樣有少少似牛照牡丹咁喎。我唔知呢個咩魚嚟。呢個咩魚嚟啊？